主料南瓜、糯米粉、花生粉、白糖、椰丝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南瓜去皮切薄片，撒上白糖，放进可以微波有出气孔的碗，盖上进微波炉高火5分钟，取出用勺子压成泥，稍冷拌入糯米粉搅拌均匀，继续盖进微波炉高火5分钟。本来是不准备加花生粉的，结果貌似稀了，模具压出来很快就塌了不成形，加入熟的花生粉揉匀了，揪成大小适中的剂子，模具里撒上椰丝，塞进一个剂子，用手紧平，就可以压出这样的南瓜月饼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